哎呦，你抬什么了？行，哎呦，不知道这鱼没人，要反过浪来了吧？行，上面哎，打鱼了。我这大概我们四十九毛。哎，真大鱼啊！我这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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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
你往路呢？胖的，他又胖。你往路呢？胖的。等我看，你看那是野生头鱼还是相机？相机。相机啊。相机。啊，对，还是相机。你还不相机？相机弄不大也溜着吧。咱这边也可。反正不，反正不是里脊。那方面啊。不是里脊。那都六百多斤，那么大一头脑。我去。我不会。我不会。你不吃肉，啥都打到鱼了。你下边多少来都脱甲了。 哎，反正，反正不大，能感觉到那个鱼。打长溜都能逮到鱼。这那时候你就，哎，主要是船不好使，四环路。怎么样？那天那地形嘛，我俩那天就养。漂亮，那也不赖。 哎，那个什么鱼？那别看那鱼，我这块鱼。怎么远？我放到啥？我放到啥？花。嗯，我放了。 哎，王大的，他也是有鱼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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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中间那个，看看，帮我理一下。哎呀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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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
哎，这网友逮鱼了，长溜子。一拿长溜网能逮到鱼。大发链子哥，哎，一碗了，昨天还没发到你这手玩去，干嘛？发链不弄。哪用过去？
上货，上货。往往地方海，地方客，开到地方了，差不多一趟。你也是大概个海。他是啥时候啊？管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才晕的话。姐们儿，你聊一下。哪有？哪有？哪有？呀。 抱着还，几个？一份。还有一份呢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，大喽！来，一份不孬。 应该有，兔子呢？兔子呢？外地或者是我也不知道。兔子呢？行了，行了，哎，那个怪家伙，不，赶紧他妈给你他妈弄货，他妈弄货。我的，上货了啊！哎，上货了。快点，去，货来货来，丢丢丢丢。上货了，你干？上货。你说你干？你不要，我不要，我管我也不要，你怎么样？不要的嘛！我今天你他妈滚！赶紧他妈滚！ 我不能拿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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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们这边呢，不懂啊，哎，抓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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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